Hello，国家地理杂志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三的编辑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算是第三个礼拜的天文哈勃主题的直播。那我相信大家这几个礼拜都有在 follow。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天文物理学家徐立庭老师，要来跟我们讲讲他对哈勃的一些看法。应该是说，在他的眼中，哈勃望远镜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然后也会跟我们聊聊，徐老师的一些自己的研究，跟他可能碰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徐老师要不要跟我们线上的大家打声招呼呢？好，大家好，我是徐立婷。然后我目前从事的主要就是科普教育的工作。然后除了在大学的通识中心教授天文学之外呢，我还有跟图书馆合作，然后开授天文的课程，主要就是要推广科普阅读。然后，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哈勃望远镜所拍摄到美丽的星体、这些天体、这些背后的科学这样。哎，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天文有兴趣的？其实我是小时从候对天文很有兴趣，然后很喜欢看星星。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常接触到，就是百科里面的很漂亮的天体，所以就想说，为什么星星就天空我们都看不到那些很漂亮的星云什么？慢慢的长大，才知道我们看到的星星和星云的差别。其实真的是到了高中还有大学的时候，才真的认识那些天体的差别。以前都觉得都是星星，然后认识天文的范围，其实就可能很局限在太阳系里面。然后慢慢的大学在上了很多天文课程之后，才慢慢的把那个视野慢慢的扩大到太阳系啊、银河系啊、银河系外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其实在宇宙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非渺常小小的，而的一且个我们点以而前我高中的课程其实也很局限在已。里面，所以我的认识其实都是从课本里面来啦。然后百科会看，但是就是一知半解，也不知道它真的差异在哪里。所以真的开始了解，然后开始真的入迷，真的是到了大学之后开始深入的了解，还有上课之后，我才比较对这门课才越来越着迷。这个课程，对，我自己是小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很疯天文，当然现在因为工作关系也是会接触到。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加拿大，然后我就是吵着我爸妈买一个天文望远镜，望然后远那时候我镜，记得是电视购物的，当然 OK 的，就是没有到很厉害的东西。那记得那时候三不五时都会跑到家后面的山坡去自己摸索自己去看，那当然是小朋友一个人在摸来摸去的，那最多也只能看到土星环啊、火星之类的。那对，因为其实加拿时间，大，对，加拿大天气常不好，所以一天到晚下雨啊、下雪，尤其是冬季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要聊天文望远镜是在外太空的，它就是基本上可以在这些云层天气之上嘛的天文哈勃太空望远镜。那我知道老师今天有准备了一些 presentation 要来跟我们聊聊你眼中的哈勃是怎样的一个望远镜，然后你的一些研究是不是？那我先把画面切到适合老师做 slide 的画面。好，好。所以我现在可以把我的那个 PowerPoint 上传，对不对？有，现在很清楚，现在可以哈，这样 OK 了。好，那我就上传我的 PowerPoint，这样子有没有看到？有，非常好，清这样楚。子是全荧幕吗？还是不是？现在还不是，还不是，好，那这样子，这样 OK。好，OK，好，因为我主要是因为翻译了这本书，所以在里面它等于是把哈勃选了很多个哈勃很重要的天体，然后做分类的介绍。我也是在翻译这本书之后啊，我才有很仔细的一个去看，因为我以前就是想说啊，照片漂亮就是看过去而已。但是真的是在翻译这本书之后，很多天体的细节还有背后的科学，我才有去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今天我也找了几个我自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很美，然后它背后的科学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天体，想跟大家分享。然后在最后，我也会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做我自己论文的时候，我使用的哈勃望远镜的图像。
所以老师自己也确实是有用到哈勃拍到的一些图像这样子。对对，但是我拍的图像不太像是这个这本书里面这本书的一个天体、哦、对, 对不对？有这个我觉得大家会吓一跳，就是大家可能对大家看到会觉得哎，这个、哈勃这本书里面啊，我先说明一下，这本书呢是我们出的书，对，然后大家应该在这段时间蛮熟悉我们的那个募资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哈勃岁月日历的募资。那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小编会在底下贴连结给大家。那这本书是放在其中的一些方案里面，目前还没出版，不过大家可以先去参考一下。那当然是等直播完再去看，现在专心上课。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对，放没有没有上课，对，对，我想讲的就是像刚老师有说啊，老师的研究跟这个画面其实跟大家想象中的太空研究会有个落差，并不是所有的太空研究都是看这么那么美那么漂亮的照片。那老师等一下就会秀一下他自己的研究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对，然后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一张图片有跟我的研究有稍微一点相关，然后我等一下大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图，就是我会把几个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就是在这个哈勃宝藏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它的书中的编排就是以天体的种类做编排，它一开始就是太阳系，接着就是银河系里面的星星，再来是银河系里面的星云，然后再来往外跑到银河系外各种星系，再来再更远，对，它一直在飞出去，它其实这本书就是一直往外飞，就是带着你一直从太阳系出发，一直往外飞，飞出去，飞出太阳系，飞出银河系，然后飞到银河系周围的星系，再来到更远更远，一直到宇宙最早期。所以他这本书，他其实我很喜欢他编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一类一类的分类，然后把这一类一类等于是带着你从最靠近地球的天体，一直欣赏到离地球最远的天体。然后所以我现在这边差不多，我这边的编排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跟从我们最比较靠近我们银河系，比较靠近我们太阳系的天体开始介绍给大家。所以首先呢哈勃它其实在几个很重要的科学议题上面有很重大贡献。第一个就是探索系外行星，因为哈勃大家知道它的解析度很高，所以呢这张图其实在电波1970年代80年代在电波都有拍到了，但是呢拍得不清楚，然后只知道周围有一圈灰尘带，大家看到那个一圈椭圆形的亮圈就是灰尘带，它就是电波拍到的很不清楚。然后但是科学家就在想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一圈的灰尘带，然后中间你会发现有一些空白，我不知道，我说的不是恒星的中央，恒星中央那个是因为有料恒星中间那颗亮星是恒星，它旁边挖了一圈黑黑的是为了遮蔽恒星的避免恒星本身造成的污染。但是我说的 空白是在那个在那个圆圈内侧，椭圆圈内侧有一些空的地方，就是黑黑的地方，是黑色的那个地方，不是白色。对对，科学家就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些 空白的地，就是黑色的缺口，他们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所以科学家就猜测可能是有行星系统一个或两个行星在里面的重力造成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证据。一直到了90年代以后，哈勃望远镜对着这个拍，真的就拍到了行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小框框，里面它有这颗行星，他们发现的这颗行星从2004、2006、2010、2012年它的行动的轨迹，然后他们去计算这个轨迹，还有跟中间的恒星的关系，就确认这一颗真的是一颗系外行星。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得了，因为其实系外行星你大家都知道行星是不会发光的，然后它能够发光，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要么就是因为衍星法，或者是因为像这样子它反射了中间恒星的光，所以这个其实很特殊。然后这整个系统其实很年轻，它才 4.5 亿年左右的年纪，像我们太阳系大概45亿年，对不对的年纪，所以它其实是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个系统。它是太阳系的年纪是这个星系这个恒星系统的10倍，所以它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年轻的恒星系统。所以它上面的一点一点就是基本上是人类第一次拍到的系外行星，那它很重要。对对对，因为像我其实
我看到很多报告也是说，发现了什么系外行星，那个可能就是像老师说用眼星法，对，它他可能用的是通其他过的。恒星的时候，然后可能光线有点落差去算对出来的，对，不过并不是实际上去拍到，真的看，那对，这真个的，是实际上看到了那个行对，没星，那真的错，意义非常的不一样。对，不过没这样错。你看，其实真的要会看你，如果他没有标那些东西，你一般人去看你也看不出来是很像杂讯，点在哪里。对对对，它其实就很像杂讯，而且它已经是放大过了。对，对对，其实是已经放大，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做这个方面的科学家非常的厉害。真的真的。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除了系外行星之外呢，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猴头星云，哈勃望远镜在针对这些恒星生成区有很大的很重大的方向，因为大家知道哈勃望远镜不只是可见光。它除了可见光的滤镜之外，它还有红外线的滤镜和紫外线的滤镜。所以呢，很多星星啊，其实它都被埋在这些灰尘啊，还有气体的尘埃当中。它的光没有办法被可见光看到。但是哈勃望远镜如果用红外线或紫外线去看的话，其实就会变得非常清楚。所以像这猴头星云也是，它其实是一个恒星生成区，里面有很多很多很炙热、很大质量的恒星。那些大质量恒星大概都在。太阳的质量10倍、20倍、30倍以上都有，但是它因为外层的灰尘太厚了，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星星。但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片，这张照片其实就是结合了可见光和红外线，所以你看得到很多星星。我让大家看一下，如果只用可见光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所以现在这个是红外线。对对对，这个是红外线、紫外线加可见光三个波段合成的照好，那我片。们来比对一我下。们。看一下，比对一下。其实，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大家就可以大概有一些感觉。左边是可见光，只有可见光拍到的；右边是我刚刚所说的，可见光还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合成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差别。好，这是可见光，你几乎看不到星星哦。就等于是在雾里面一样。对，在雾里。但是你看，如果我用红外线的。影像出现的就会是里面的星星就很明显的跑出来了，有没有？差很多。老师可以再，我们可以再看一再次看吗？一次，好，这个是可见光，哈勃可见光的相机拍的，然后你会看到星星都被遮住了，哇，然后这个是红外线有的，好几颗是根本一开始连看都看不到，然后本对，来这看其得他到很了就会变亮很多。对对，所以这个是红外线的相机很重要的地方。好，这是刚才那个猴头星云，它是恒星生成的地方。然后接老下来我们师，是不是蓝色的代表它是更越年轻？就蓝色的星云里面的对星对，星，其它实越如蓝代表它越热越大，然后越年轻。对，在可见光的范围哦，是里可面，见光，对不对？对，在可见光的范围。但如果其他的光线如果要跟这个影像合成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定义它的颜色。所以我以前自己也会乱玩这种颜色乱配颜色的游戏，比如说会把。红色配成蓝色，蓝色配成红，它其实可以配，就是它的定义都是你在幕后自己，对我对，们自己在自己做操作的，但是在可见光的范围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在可见光的范围其的实确最是重有，要是大家到最后有个共识，有个标准，才不会对乱七对八糟。像哈勃的那个射盘一样，就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嘛。对，那没大错，家每个科学家都知道，就是要照这个。对，大家会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看到那个颜色的时候，大概会有，譬如说你看到了黄色的星星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比较老、比较低温的；你看到蓝色的星星的时候，会觉得它是比较年轻、比较炙热的，温度很高的。对，好，那我们刚刚看到了恒星的 baby 出生的地方，我们再来看恒星的老年。恒星的老年呢，就像这样子。这是正在迈向死亡的小质量恒星。所谓小质量恒星，就是质量差不多，就是跟太阳差不多。像质量差不多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其实在银河系里面是最多的，占90%以上。是最然后，普通、最普遍对的对，恒最星。普遍的。所以，当他们快要死掉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会收缩，然后外层大气会膨胀，所以它一直在这样收缩、膨胀、收缩、膨胀的范围之内，你就会看到外层会有像一圈一圈一圈的星云状的结构一直出现。所以，这个是行星状星云，非常有名的 Helix。螺旋星云，这个星云呢，大家看这样子好像是一个甜甜圈，对不对？但它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如果你光用可见光，其实你不知道它有多复杂，你要再配合红外线、可见光，
一起看，你才知道它其实整个立体结构是它是好几个圈互相的缠绕在一起，然后其中有两个比较大圈的是两个垂直的环，所以是有点像这样没错，交叉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们可见光看不出来。然后所以科学家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交错的环这样互相缠绕，主要他们可能是猜测中间可能有两颗是双星系统，两个太阳的意思，但是目前只看得到一个，其实我们眼睛看到也只看到中间那个的，其实看不到另外一个，所以科学家还是这个只是科学家的猜测和质疑而已。因为你会产生这么奇怪的结构，应该会有其他重力存在，只是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验证是什么原因。其实大家看这种图的时候常都会忘记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立体结构，因为看到的影像是平的嘛，那其实呢它其实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它是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 plane， 然后不同的结构构成的，对，它是好几层好几一直在圈绕，对，所以这是很它其实是 很非常复杂的，不像我们眼睛看到好像只是一个天天圈漂漂亮亮那个圈圈，对对，它其实很复杂。 OK，好，这个是迈向死亡的小质量恒星。当然你会想，那大质量恒星呢？大质量恒星死亡的时候就非常剧烈了，就像这个非常有名的蟹状星云，它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它就是非常有名的在西元1054年的时候爆炸的超新星。然后那个时候在很多国家都有看到，在很多国家的史书上面都有记载，像中国、印度、波斯都有记载到这个超新星爆炸。然后它亮的程度呢，在白天都可以看得到它很亮，在天空当中，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剧烈的非常剧烈的爆炸。然后这种爆炸，这种大质量死亡星星的爆炸就非常剧烈而且快速，它的时间可能就只几秒，当几秒几个小时就完全就这样 爆发。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行星状星云很漂亮那个结构，它可能整个死亡的持续时间呢，它拖得比较久一点，对，拖得比较久，它大概会几万年到几十万年不等，就是很慢慢的迈向死亡。但是这种大质量恒星的死亡就是很瞬间的爆炸，它的速度是很快速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范围啊，大概就是它现在扩张的范围1000年了，一千年之后我们再看这个范围已经扩张到大概11光年左右这么大这么长，然后它还在继续在扩张当中。老师，像这种扩张的星云，你比方说现在的观测跟20年前的观测一定会有差异了吧，就它的形状。 对，它其实会有，其实20年，其实你现在看起来不像蟹状星云，我记得以前的照片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看就知道，哎，是蟹状星云。对，蟹状，那现在这个你现在要叫说它是螃蟹吗？其实已经不像了，它对已经看不出来了。对，而且其实在而且因为我们的解析度变得很好了，所以它就变得里面的结构就变得非常的清楚，就看得很细致。但其实我们还是有漏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光，因为可见光看起来是这样。然后但是呢，你会想，它既然是超新星爆炸的话，根据理论中间要么是黑洞要么就是中子星，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对不对？在可见光里面就是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X 光的影像。这是同一张，同一个尺度范围内的。然后你可以看可见光和 X 光它的差异有多大，我们在可见光里面完全看不到 X 光里面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对，所以即使我们用哈勃望远镜用再清晰的解析度再高的影像，我们都不可能拍出像 X 光拍出来的这种东西，对不对？所以其实除了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之外，用其他的波段去理解这个星体天体也很重要。你就不会像瞎子摸象一样只看到一面而已，你会看到它各种不同，就是这个天体里面各种不同的物理机制。所以你从 X 光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脉冲星，就是所谓脉冲星就是 一个会高速旋转的中子星，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很强大的喷流从两边喷出，然后它一秒大概旋转速度大概有一秒大概有30次的旋转速，它的转速真的很快。对，所以它其实是在 X 光里面可以看到它很清楚的这样子的结构。然后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吸积盘，对不对？我从这边看，很明显，很明显。对，它外面这样一圈，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在研究一个星体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只研究一个波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忽略了其他波段可能会告诉你的讯息，所以我们就会会多看几个波段，譬如说我们看电波、X 光、可见光和红外线，你才可以统整起来它在全部波段里面它告诉你什么讯息。对，
好，这个是大质量恒星的死亡。再来，这是另外一个，这个也很美，它像珍珠项链一样。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它也是一个大质量恒星的死亡，它也是大概是太阳的20倍、10倍、20倍以上的质量的恒星爆炸。然后它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颗一颗一颗的串链的原因，是因为它一开始在迈向死亡，还是老年恒星的时候，它开始有收缩膨胀，然后它就会把很多气体往外推，然后往外推的气体就像一圈一圈一圈喷在外面，一圈一团一团一团的围在老年的恒星，就是巨星旁边，就是它的老年的时候是巨星嘛，一团一团的气体围在巨星外面。然后呢，当它真的死掉爆炸的时候，那个爆炸的压力波速度非常快，然后它比那个原本就已经扩散的气体的速度还快，所以它追上了那个气体，把它追过去。对，压力波，爆炸的压力波追上了原本扩散中的气体，所以它就是压力波撞上那些在外围的气团之后呢，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气团发亮。然后呢，压力波还不是一波而已哦，它是很多波，所以好几波这样子，一波冲击它就亮一下，一波冲击它就亮一下，所以其实在天空当中是很华丽的。就是很华丽的表演，所以科学家就是去计算那个它这样一亮暗亮暗，就是那个珍珠项链亮暗亮暗的那个间隔，然后去计算它的那压力波的时间差，其实是很精彩的。那它间隔大概多久？我不太清楚这仔细的那个，还要再去查。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研究很精彩。那不过那个详细的研究数据还要再去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查这个 Supernova 1987A， Wiki 也有很多很棒的资料。然后它所谓叫 1987A， 主要就是因为它在1987年爆炸。1987年，所以没多久啊。对，没多久，它在1987年，然后它在麦哲伦星系里面发现的。然后所以就是算是很近期发现的那个超新星爆炸。对，它旁边两颗也是附近的。对，应该是附近的恒星。对，然后这颗天体很神秘的是，它中间科学家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中子星。科学家想象它应该要有一个中子星或是黑洞，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所以这是很神秘的地方。对，所以现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对，还在研究当中，所以这是很神秘的天体。好，再来呢，接下来就是再往外走了，走到其他的星系里面。我们刚刚看到。就是银河系和银河系的邻居啊的一些现象，这现在我要讲就是在银河系外其他的星系的，这个像这种星系就是类似像银河系这样子的螺旋星系，然后它其实它的那个尺度其实就像是一个银河系一样，里面有上千亿颗星星。这个星系呢，它我们叫它叫星爆星系 Starburst Galaxy， 就是它产生星星的速度很快速，这个星系它产生星星的速度每年大概是我们银河系的10倍以上，就是非常快速的，非常活跃的一个，对，非常活跃，对，所以它我们才叫它 Starburst， 就是它很不断的产生的恒星 baby，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观察得到，它外面有一圈很蓝色的点，对不对？这一圈蓝色的点呢，全部都是新生的恒星。非常大质量而且很热很热的新生恒星，所以这个蓝色的点其实是用紫外线合成的，所以他们用紫外线去看，然后再跟可见光合成的照片，所以你可以看到紫外线看到非常多炙热的大质量恒星。所以这外面这一圈呢，科学家就在想，其实你看中间，它其实中间老恒星比较多，因为它颜色比较黄，偏黄那边都是，对，偏黄代表它里面的老恒星比较多。然后所以科学家就在想啊，为什么他们的新生的恒星都集中在外边这一圈？他们叫它叫星爆环，或是巨增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就是聚在外面这一圈，还是只有它才是这样？对，它比较特殊，因为通常会聚集在旋臂上面。通常这些亮点会聚集在旋臂上面，可是它很特殊，它是聚集在外面那一圈，所以科学家就在想说，会不会是有一些模拟，还有猜测，科学家假设它可能是受到周围的星系的影响，周围的星系的影响、哦、可能还有另外一
另外一个附近的 被重力被附近的重力的影响，以至于外面这一圈变得特别容易有恒星生成，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可能是中心的压力波，可能是超新星爆炸、啊、或是什么，它产生的波、往外扩散的时候，造成最外圈这个星爆环产生。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说法，当然还不确定它的说法。但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星爆星系，这个星爆星系就很特殊了。大家可以看到跟刚刚那个比较，这个星爆星系呢，它是正面面对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确的它的蓝色的点点，它每一个蓝色的点点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星星呢，都是一个星团。然后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点不是一颗星而已，是很多很多一整团星星。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辨别，因为我们看到蓝色星星然后就知道它是很炙热的，大很大质量、然后年轻的。但是对，但是这个呢，这个星系我们叫它叫雪茄星系，看起来像雪茄，当它还不是很解析度还不是很高的时候看起来像雪茄。然后我们用可见光看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是可见光和红外线的合成，如果你单看可见光的时候，它跟银河系一样，它中间有一个很厚重的灰尘带，灰尘的暗带、然后这个很厚的灰尘暗带一样把里面的星星都遮住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只用可见光看的话，你被那个灰尘暗带，我们从侧面看过去，你被那个灰尘暗带遮住，你基本上你什么都看不到，你没有办法辨认它是不是星爆星系，因为它里面很炙热的，对，看不出来。然后所以就像银河系一样，我们被中间的、灰尘暗带遮住之后，我们就无法看透里面。所以一开始科学家发现这个星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无法辨认它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星系，以为它是一个椭圆星系啊或什么。后来呢、开始加入了红外线的观测之后啊，才看到里面的星星，才发现原来它也是每年星星生产的量大概也是银河系的10倍，很多产。那银河系要加油了，银河系感觉没有很活跃。银河系应该属于比较休眠的，它的活动并不是那么活跃，就是很普通的 normal galaxy 这样子。所以这个星系它就被发现，它就是经过了红外线的观测之后才发现，因为我们就是从侧面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才发现它是真正是那个星爆星系。科学家在想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恒星大量生成，其中有一个原因跟刚才那个也很像，就是有、可能是跟星系互动有交互作用有关。可是它另外一个星系在哪边不知道吗？看在这边哦，我们把它 zoom out， 你就发现哦，下面有一个跟它很近的，但其实也不近了，它也是几百万光年。然后下面有一个很，可是看起来好像又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就再 zoom out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星系在周围。所以再 zoom out 就看到三个，主要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雪茄星系是 M82， 对不对？接下来下面有一个 M81 的左下角又有一个 NGC 3077，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星系的 group， 小小的 group， 我们叫它叫 M81 group， 好像这三个好像有关系，好像没关系，但是科学家无法确认，就是在可见光和红外线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看的是电波影像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电波影像、对，没错，他们当中有非常多的堪西，就是气体啊，就是比较冷的气体，就是我们电波看到的影像，就是中间有很多气体在互相牵扯，重力的牵扯，所以这三个星系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他们互相感觉 N81 感觉是最老大的，对，它的重力，对，它是最大的，然后它在影响它旁边两个。所以科学家就推测说 M82 之所以会产生，会有这么剧烈的恒星的产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三个星系互相的交互作用造成的原因。对，好，然后这个不用电波影像，完全只能用猜的，完全看不出来。对，你只能用猜，你只能用想，就用猜推测，但是你没有实际的数据可以证明你的说法。对，这个一显示出来，整个超明显的。对，所以就变成真的是你如果没有多看几个波段的话，就会像瞎子摸象一样，你只能都是用猜的。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星系，再来我们来看看更远，我们把那个继续往前面移，就是往宇宙的深处移动的话，我们可以利用透镜效应看到更多更奇妙的现象。你们看到画面中有五个点，它形成了一个十字，
这个实质我们叫它叫爱因斯坦实质，因为它是利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推出来的结果，就是呢你看到中间那一个是前景星系，它是一个椭圆星系，距离我们大概有40亿光年，但是呢在这中央的四周有四颗它是类星体，距离地球有100亿光年，所以他们这它在后面，它是背景星。这个所谓类星体，类星体就是非常活跃的超巨大大型黑洞。这种超巨大黑洞呢，它的质量是太阳的百万倍、千万倍、亿万倍以上，超级巨大的。它跟星星死亡没有关系，它是在每个星系的中心具有的那种超级巨大、超巨大质量黑洞，就是百万等级以上，百万太阳质量等级。超重量，然后它周围非常活跃，它周围的活动，气体和尘埃的活动很活跃，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发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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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光亮。然后因为它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很像星星，所以大家叫它叫类星体，科学家叫它叫类星。那其实它完全不是星星，它是一个非常巨大、很活跃的一个黑洞的现象。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透镜效应，就是这个图，这个哈勃拍到的图怎么形成的，就是这样子。你看哈勃望远镜在右下角，然后呢那个很100亿光年远的类星体在左上角，中间呢有一个星系在中间，然后这个星系呢因为它重量质量很巨大，所以呢它把类星体发出来的光，大家可以看到类星体发出了几个光线，对不对？然后它经过中间这个星系的时候，它光线被弯曲了，这个是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里面有预测到的。所以呢这个光线被弯曲之后呢到达了哈勃望远镜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然的话它这么远基本上我们应该看不到，但是因为光线被扭曲了，所以呢它基本上是在星系后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是因为光线扭曲的关系，我们就在那个前景星的周边看到了四颗这么从远方投射到前面的屏幕上面的那个类星体，所以是很特殊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前景的这个星系是要很大才可以，对，要很重，要很重，很 重到虽然扭曲了整个时空这样。对对，没错。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实质所形成的原因。然后这个效应呢，其实很对科学家很重要，因为这样子你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可以看到更远的天体。所以科学家利用这个方式去尝试的找到更多的宇宙当中第一批出生的星星、类星体，还有第一批出生的星系。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也是利用这种，也是利用这种重力透镜效应，就是看到我们宇宙很早期、很早期出生的星系。所以像这边你可以看到中间有127.5亿，对，你中间看到那个星系团啊，是很重很重的星系团，是前景。它大概距离是25亿光年而已，也不是而已，它还是很远，但是就是相较于早期是比较近的，就是Abel 383这个星系团里面很多很多星系，然后它距离地球大概25亿光年，但是因为它太重了，以至于后面的星系就躲在它后面的背景星系，全部都被投影到它这前面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弧形的结构，对不对？很多弧形的结构，就很像把一个镜片丢在那边。对对，没错，你就等于是透着水杯，大家有看过，大家有透过水杯看东西的感觉，或者有时候可以看到后面的东西，或吸管放下去会有点像，感觉像断掉一样，扭曲一样。对，没错，它其实你现在看到这些弧形的结构，其实就有点像这样，但是因为影像扭曲，就全部都糊在一起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弧形的结构可能就是糊在一起的几个星系这样子。但是它其实也有，科学家很厉害，他们有辨认出单独的星系，就是圈出来的那两个 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他们的整个怎么看得出来？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是在做这个专业的研究的人，就会觉得它好像就像是一个杂讯一样，但是做这个重力透镜效应的这个专业的学者他们就发现这两个星系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星系，它是从，对，他们俩是一样的，同一个，只是光被分出来了，他们被后面的那个星系被分出来两个光，然后在这边他们经由它的光谱可以确认它的距离，
它年龄大对，概它是是一百同二一十个几，星系，只是被打成两个影像这样子。他们的光被分散了，然后再变成两个单独的星系，然后所以这个星系的年纪大概是127.5亿年，大概就是宇宙刚大爆炸之后11年左右就出生了，所非以这常是早很期。年，对，非常早期的，所以哈勃很重要的成就也是在于此，就是他利用这个透镜效应。重力透镜效应能够看到宇宙非常早期的星系，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发现。好，我们都要叫这哎，个那环那个其他的为什么没有跟它一样了？就只有这两个是被分它散其实成都两个影有，像，只是目它其实前。应该还会有其他，只是它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光正 OK，对，好没有到我们眼睛里面来，它光是乱就四射的。你可以等一下看下一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个。背景星系，对，它的光其实是辐射状的，四面八方散的，只是刚好有两条，刚好有两束光，就刚好就到了地球上，或是到了哈勃望远镜里面，就被它刚围刚绕。好而已。对，但其他它其实就四散，然后有些光是正好是可以被我们地球上的望远镜，然后或是被哈勃望远镜侦测到，然后中间那个大家看到中间那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前景的星系团，我稍打了一个字，前景的星系团。然后这个星系团非常非常巨大，到可以让周围的就后面背景的星系扭曲变成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叫做爱因斯坦环状，围着这个在图片上会看到，其实有些图像是真的一个圈在外面。就很明显的看就到很一明个，显的一个圈，很明显的爱因斯坦环在外面，这个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环而已。对，所以其实哈勃其实有拍到很多很美的环，真的就是一个环状，诶，这个很就完。看得出来了，就是右下角那边那个形状，整个被扭曲。没错。好，所以这个是几个哈勃望远镜所做的科学贡献，我觉得对于各个，不管从最小尺度的到最大尺度的，他都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就是从小到大，从远到近，他都可以有所贡献。对，然后接下来是我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研究所使用的哈勃的 data，这个是我用的三种波段，就是哈勃望远镜是可见光，还有近红外线，然后再来是右上角是千桌望远镜，我用的是它的 X 光的。资料，再来下面是史皮泽望远镜，我用的是它的中红外线的资料，然后我把这三个资料合在一起呢，然后做一些比较，然后我研究的天区呢是哈勃深空，这个在那本书里面，哈勃宝藏里面也有这个哈勃深空。所谓哈勃深空呢，就是天空当中星星特别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看星星特别稀少的地方？你们知道吗？因为如果你要看星系的话。星星如果太多，天空的黑暗啊，会被星星的光污染。哦，所星以星，他们自己也会造成彼此的光害的感觉，对对对，哇，是这样子所以星星会造成星系的光害。所以如果我们看太多星星的地方，星星的光芒太闪耀了，会导致于我们看不到后面的宇宙深处的那个，因为它只要曝光很久，那些星星就全部爆哦，掉就了。过曝掉。对，所以我们要看这些宇宙很深远的星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星星很少的地方。所以在天空当中要选星星很少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要远离银河系盘面嘛，对不对？不要往银河系盘面看，因为银河系盘面上都太热闹了。超级星星的，所以你要远离银河系盘面，然后在远离银河系盘面的地方找一个特别黑暗的地方，完全没有星星的地方。所以你看，其实你看这张图里面几乎找不到星星，有啦，有几颗有星芒的。那可能是比较暗的星星，就还是是有，可还是是会被那相个，对之下已经少很多了。对，你不如可能无法避免那个星星，但是就是科学家是尽量找星星很少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曝光，一直曝光，曝光很长的时间，光一两个小时以上。像我的 X 光的影像，就是曝光大概3、4个小时以上，非常长的曝光，所以那个曝光你不可能跟着在星星很多的地方，一定得在星星很少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目前呢，除了那些有星芒的之外，其他的任何一个点都是星系，每一个不管大的点、小的点都是星星。有些星系是看得到形状的，有些是其看实不到有一焦点些的。你以为是星芒，其实也是星系了。就其实真正恒星就只有那几个比较明显，有芒的那几个，那其他后面那些点点，其实应该很多都是星系吧。所以这里面总共就是利用可见光和红外线全部辨认出来的星系，大概有35000个左右，
的星系非常多，然后里面呢我主要研究的天体是活曜的星系核，就是有点像刚刚我们看到很就是有点像类星体那种天体，就是它中央的超巨大黑洞很活曜，然后发出很强烈的光芒，然后可以让 X 光可以侦测到，然后这里面大概有500个左右这种非常活曜活动非常剧烈的巨大的黑洞，就周围的环境活动非常剧烈的星系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几个这样子的活曜星系核它的各种影像，就是最左边是前着望远镜的 X光影像，它你看我上面和下面是分别是两个不同的天体，所以有些 X 光很强，然后有些 X 光很弱，然后再来中间苏巴鲁就是日本的苏巴鲁望远镜，地面望远镜，所以地面望远镜拍的就解析度比较差，然后它是 R band 大概是红光左右吧，大概是可见光里面的红光左右的光，然后再来是哈勃望远镜最新2009年装上去的红外线相机，第三代的广域相机 H band 大概就是近红外线，然后所以你可以比较苏巴鲁就是地面望远镜和哈勃望远镜的差异，其实差异非常大，因为哈勃望远镜一样的东西，你大概看得出它的形状，可是对对一样的东西，然后形状很像，但是如果你只是用地面望远镜来做这个天体的话，你会有误差，因为你会以为它是同个天体，你会以为那一团一整团都一块，对，它其实是你像看上面那个天体那一整团，你会以为它是一个，但其实它是三个到四个不等。然后下面你会以为是一整个，但其实是两个。下面那个特别明显的，就是本来就是一整团糊在一起，然后马赛克，然后右边解析度真的就高很多。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所以这就是这个研究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就负责把这些光分开来，就是你有哈勃的资料之后啊，你可以利用它的资料去。第一个先辨认出它其实不是一个天体，它其实是三四个以上的天体或是两个天体，然后利用这光的比例，然后再去把你看到糊在一起的影像，比如说苏巴鲁看到的红光或是史皮泽看到的中红外线的光把它分开来，然后你才可以做精确的研究，不然的话你做的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东西，其实是 不精确的。对，所以我们在做之前必须要先把光分开来，然后把光分开来之后呢，再才可以做比较精确的研究，对于某一个天体做比较精确的研究，所以这个主要是我主要在做的东西，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常在做其实就是黑白的图而已，其实不是漂亮的图。对，其实就是因为其实黑白图只是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一个pixel， 我这一个侦测器，我侦测到了多少能量的光子，其实黑白的就够了，其实就都够，只要知道能量的高低，对，你不需要多余的其他的那些，就是你要的它这边都有，对，没错。那这是哈勃的团队和 NASA 团队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释放出这么多漂亮的图案来？因为这其实对科学家来说，我们不太需要，除了要知道它的从颜色可以很快速的知道它的某些物理特征之外，它其实不太需要用彩色照片。但是用彩色照片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让大家知道哈勃做了些什么事，因为一般的大众无法理解这种图。然后公关啦，然后要让大家知道说纳税人的钱花在哪边，不是说拍了这些黑白的东西大家都看不懂，也要做一些比较漂亮的东西给大家看说，哈勃确实有在做事，然后有拍到一些那么厉害的东西这样。对，然后你宣传之后你就知道的确我们纳税人花了钱，然后找到做了这么多的科学研究，其实是很精彩的，但是你要让民众快速的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漂亮的图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你给一张这样子的图，没有人想要理解它，就是很少人会有动机想要理解它。如果我们的书都是出这些图，应该会被骂吧？如果每日历每一张都是这样子，应该会被骂。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勃是有一个团队，一整个团队，他们叫哈勃传世计划，他们从1998年开始启动，然后每一个月会发出一张超级华丽完美的图，是漂亮的高解析度的图，然后可以让民众下载。然后你可以当桌布啊什么，就是自从那个计划开始之后，那个传世计划开始之后，哈勃的知名度就大增了，因为他每一张图都超级的惊人，很美，然后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哈勃做了很大的宣传，然后大家也可以公开的使用这些照片，
然后完全不用钱，你就可以到，你就可以一直任意的下载任何你想要的影片啊、图片啊、你想要的资料，就连我现在，你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这些 data 其实都已经是公开的了。就是当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当你观测了资料之后，你有一年的保护期，就是科学家可以自己使用，然后但是一年以后，这些所有的资料都必须要开在资料库里面，任何人都不去下载。所以如果你现在你有指导教授，或者是你对这有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下载这些资料来做研究，所以他的资料都是公开的。对，所以其实哈佛的计划 proposal 很难写，但是其实有很多这种公开的资料，你可以是上网，他的那个资料库有很多这种公开的资料，你可以去找来做的。如果你有一些题目啊，其实是可以去找来做的。对，这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部分。对，所以现在给大家问问题，看有什么？大家有上课很精彩，应该都没有睡着。现在老师要来考试，我很怕大家有没有？应该不会，应该很怕我自己讲的很严肃。没有，我觉得超精彩，而且很多东西其实一般人。哈佛应该就像刚老师说了，因为自从这个创世计划之后，其实很多即便你可能对天文没有那么理解或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人都有听过哈佛了。那可是其实这些细部的东西不是很多人知道，尤其是后面这些大家可能真的以为科学家研究的照片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很漂亮的，那没想到其实大多数是像老师现在图片上这个黑白的像素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哇，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那大家应该疑问会更多，来，我来，大家可以来来来，开放，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要问问题，看一下哦。哎，有看到一个，哇，蛮早之前就回了。轩迪轩他说，为什么用爱因斯坦命名爱因斯坦环？哦，因为爱因斯坦的，因为那个环是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预测的，他预测光会弯曲，但是他没有预测到人类有可能会看得到。他最早是算出来的。对，算出来的。他根本没有去做观测。对，他没有观测，所以他也觉得人类应该看不到，所以他就是他没有想象到人类可以看到，所以他的预测是光会受到弯曲，所以呢。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他都没有看过。然后所以当人类有比较高解析度的相机拍到了之后，为了纪念他的这样子的预测，所以叫爱因斯坦环或是爱因斯坦十字，就纪念他的这个理论。超厉害，就是爱因斯坦那时候根本都没有观测，然后他就可以提出这个理论，然后确实也是真的，这点真的非常强。对，来，大家赶快看一下还有没有问题，什么都可以问哦。我看有人写那个，还是我讲的听不太懂，不知道怎么问。大家想象力是蛮丰富的。有个叫 Bobo Xu， 他说项链中的光影很像个男人，就那个项链的那个星星哦，项链的星爆，星爆那个有吗？超新星爆炸这个。哦，最中间的是一个头嘛，好像哦，也可以了。大家都是那个。然后他也说，螃蟹比较像天使，螃蟹那个星哦，像翅膀，嗯，有点像。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你照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但它的 X 光就完全不像螃蟹了。啊，然后我们发现了野生的刘志安老师。他说那个 Helix Nebula 很像，就是索伦之眼，就是那个魔戒的索伦。对，在这边。上礼拜是跟刘真老师直播。对对对 对。我之前有想要去找他的 3D 的动画，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有没有科学家有把他 3D 的那个复杂的环状结构，就是周围的做模拟出来这样，但是我找不太到很合适的影像。不然的话，如果有人把那个 3D 的环状复杂的结构做出来，应该是很精彩，那超漂亮的吧？对对，但是我们现在视觉上看不出来它很复杂。对，林玉婷想问，想请问近中远红外线收取讯号有什么差异，或者是收取目标是什么？
哦，近和中红外线，它其实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近红外线它的温度比较高，中红外线温度比较低。通常我们在灰尘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可能是灰尘，也有可能是恒星，所以其实它是两种都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其实也要很小心，因为其实那个红外线它的来源其实有很多，除了星星本身会发出红外线之外，还有灰尘本身的温度也会发出红外线，所以会有一些背景的杂讯。对，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污染，有可能会有一些污染。所以刚刚那位朋友真的问得很好，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中红外线和近红外线到中红外线，其实温度的差异。但是这种温度的差异在所有的恒星上面或灰尘上面都有，你比较靠近星系中心温度可能就高一点，可能靠近比较冷一点的地方它的温度就比较低，对，所以它各种温度其实都是各种的东西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都要把它尽量把它分开，比如说哪些有可能是灰尘的污染，我们就要把灰尘的污染去掉。如果我要看星星的话，我就要把灰尘污染去掉。如果我要看灰尘的话，我就要把星星的污染去掉。所以其实有好几道 filter 你要自己去开关，这样子。对，其实没错，它有好几个。对对，所以其实蛮复杂的，你要去解析那个光，因为那个光的来源不是只有一种而已。好像之后我有读一些报，一些期刊有说，好像有一些东西现在可以用 AI 去做处理，就是对对，现在很多。越来越没错，其实我刚刚所说的事情用那个 AI 用 machine learning 啊，这些也可以做，让它做分析，就是分析出它占有多少灰尘多少星星，然后这个光里面有多少比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有一些组成一些比例的，但是这里面对就是很把那个光把你得到的光丢到那个机器里面，它就会帮你运算出来说，哦，这里面有多少是灰尘，多少是星星，多少是什么什么气体什么的。对，好，哎，我们的总编辑有提问说，哎，徐老师有申请过用哈勃望远镜的观测吗？能大致介绍申请的过程跟审查的标准？我自己没有申请过哈勃的个人的观测计划。我用的 data 是就是 一整个 group 下载，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哈勃深空计划。然后那个计划就是用哈勃的那个第三代的广域相机拍的。然后但是个人申请计划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其实一般的望远镜申请计划都是你第一个就要有很强烈的目的动机。你的动机呢，第一个就是要有开创新性，就是别人没有做过，别人没有看过，然后这个科学目标也是很重要的，对于譬如说某些天体的科学有很重要的价值。所以第一个你的动机就要很就是很具有价值。再来呢，你必须要在观测这个天体之前你要做很多功课，你不是说哦我这个很重要，我想要你给我时间，你要给多少时间，曝光多久，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发现这个研究别人没发现，就是你要把这些全部除了它的重要性之外，它的精确的曝光时间，还有它可能多暗，那其实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你知道它在那边，你可能对于它的远近还不太确定，所以很多东西你都要先做研究，它可能多远，在这样子的距离之下我可能要曝光多久，然后曝光多久我就可以争取多少时间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申请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曝光时间啊，你要用观测多少时间，是不是你全部都要计算，功课都要先做好了。对，然后再来你要确定哈勃看得到，你不能给他一个哈勃永远看不到的目标，然后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他在技术上也要可行，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先做过功课，然后你才可以递出你的 proposal。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功课做完了，然后实际用哈勃去观测，结果什么都没有？有可能，我也有几个同事，然后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跟金钱，算错了，可能算错了曝光时间，算错了距离都有可能，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你真的不知道它的距离多远，然后不知道你要曝光多久才看得到，所以的确是我有几个同事也是，争取的时间就看不到，就所以是有可能。但是有可能，但是从来不一定人家就会接受你的 proposal， 你肯定要再想一个更创新的动机和原理。然后再来他们审查，就是他们是独立于 NASA 的审查机构，因为他们不能就是要避嫌嘛，所以他们就另外独立出来一个机构审查计划，就是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面的那个太空望远镜的科学院
里面的一个审查机构，他们独立出来审哈佛的计划，然后就是每年，我不晓得他多少年一次、欸、就是会审查这个计划，然后审查之后就会公布，就像放榜那样，就是其实 每年很多很多，不只是哈佛，很多计划都可以申请，像我刚刚说的千卓望远镜也可以申请，哈佛望远镜也可以申请，然后还有很多地面望远镜都可以申请、嗯、哦，地面都可以。我之前有一个国高中朋友，他前几年都在那个夏威夷的 Mauna Kea 的那个凯克基地，他在那边做了一两年，然后有时候跟他联络、嗯、他也是说他就是在帮忙，就是人家给他资料，他就要去对准那个望远镜的位置，然后那时候对、啊、就他住在那边一两年的时间吧，虽然那时候常常都会 拍给我上面的景观，觉得哇很羡慕、嗯、超美 对然后就是云嘛，在火山顶端 对下面都是云海，对，然后上面就是一个什么连寸草不生的 一块火山火山口，对，要非常干燥，气候变化要很小的地方，对、就是、那时候超羡慕的，对，非常美的地方。但是因为像我自己上去第一天就严重高山症，所以我自己就很就是饱受高山症之苦，就觉得第一天上去觉得哇很美，可是在高山症的那个折磨之下，你就好像4000多嘛，对，4000，比玉山再高一点点，对，观测地方大概四千多，然后我大概在3000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就是高山症，所以就感觉不到，很美是没错，但是那个又很痛苦，就是身体的感觉。对，有啦，台湾最高是2800多，鹿林，鹿林之前爬上去几次，我想说哇，每次爬上去只是去爬山的，然后都会顺便绕去鹿林那边，然后想说这边的科学家好辛苦。那其实很辛苦，因为我 看过他们的纪录片，就哇很辛苦，光是物资啊，还有每天生活所需就很辛苦。对啊，诶，那我们问最后两个问题好了。好。Ether 问说，老师你好，孩子请我帮他问问题，然后为何星云跟星云摩擦的时候会产生光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当中，想象两个东西对撞，你的对撞一定会产生热，对不对？然后呢，星云和星云对撞，其实它有光子中间的粒子对撞，它会产生比如说电子的耀签啊，或产生其他的可能，像光是电子耀签，就是电子它的位置改变了，电子在原子里面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就会发出光了。所以呢它有可能这样子就会发光，对，它可能有，这是其中一种原因而已，就是在原子核里面电子的位置改变了，它就可能会发出光，从比较高能的到比较低能的，它就会发出能量，散失能量，这也是发光的一种，也有可能是燃烧，像是剧烈的碰撞，嗯，产生的热，也有可能，所以有很多种可能。然后我们平常看到很多都是属于像那种电子光在一起，所以你就会看到光，也就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的也有点像是你可以想象上极光就是太阳的光子、哦、对，撞到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气体分子嘛，然后产生了电子的位置的移动，也会产生像极光这样，所以其实意思很像。好，那最后一个比较不那么技术性的，单纯的是Chin Ren正想要问说，老师好，想请问哈勃那么多年拍到的照片中最喜欢哪一张？这个、我自己蛮难回答，对对，会很难回答，我每一张其实都很喜欢，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行星撞星云，就像现在画面中，对，行星撞星云。后来我长大，慢慢的理解所有的影像背后的科学之后，我现在最喜欢的是那个重力透镜效应，就是刚刚大家最后看到的那个爱因斯坦十字和爱因斯坦环。我现在慢慢的长，小时候我喜欢这种很华丽的，就漂漂亮亮的。对，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之后，我就喜欢那个像这种。我觉得这个很酷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原理很简单，对，它就是一个像我们拿个放大镜或干嘛，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在我们手上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然后却在这么宏观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上可以实现。嗯，我觉得这点是蛮有趣的。它其实哈勃望远镜，它就像那本书里面讲，它像是一个时光机器，你透过哈勃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过去几十亿年、几百亿年前以前的样子，这是很神奇。
哎，老师身为这本书的译者，你在编译的过程中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我现在把那本书的一些我精选的几页放到画面上做 slide 所以我要大关家。掉我的那个吗？分享的可以先麻烦老师关掉，对。好，那我先把我的关掉。好，其实因为我这本书里面它编排的顺序非常的有条理，所以其实我等于一边译一边学，一边译一边，因为有些东西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觉得整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很享受啦，就是一边译一边学，一边译一边学新东西，其实是很有趣的过程。因为其实很多东西，这个领域广到，其实你真的也不可能去知道每一个细节、每一张图片、每所以一我个东在西。译的时候，有些东西我还是不太熟，就是它有些用语，我还要去查那个论文，我才有办法知道他真的想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因为他有时候可能用很浅白的字讲在过去，但是我没有办法很精确的译出来，因为我不太知道他的整个语义是什么意思。然后，但是当你看过比较深入一点的研究之后，原来他这样讲是这个意思，然后在译的时候就可以比较精确一点，对。其实有因为时他，候，我们会不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东西在台湾其实还没有统一的译法。对，非常多，我所觉得以我这都，是一个我在看稿的时候也是蛮困惑的东西。就台通湾，常我都会先去看国教会的对对国教对，大家好像都会对。会，对，然后但是其实国教会有时候跟坊间的完全不同，而因为且坊间有时候会出错，我还是有被我抓过几个错误，所以也是会参考。然后有时候会很苦恼，就是说，哎。找不到任何统一的翻译，那我该不该成为那第一个用这个对，因为翻译的其人？实又不大太家敢。坊间，对，因为大家坊间可能已经习惯某个用法，可是却跟国教会的不同，对，我就很苦恼。但是我还是都是统一采用国教会的翻译啦，然后国教院的翻译，然后但是有可能在阅读上面可能就会想说，哎，为什么大家平常都用这个方法，然后会翻成跟国教院一样的？对，我想说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就是，然后但因为都会有英文，都会有原文，哦，所以对。呢，对，就可以去翻找。就是它的对照这样子，不过这本书其实原文已经算写得蛮科普、蛮轻松的对，了，它已经我不觉得会那么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学术的书本对，了。他有尽量避免科学用语，像他所有提到的物理现象，他都用白话在讲，就他尽没量有，简单。对，他都是用白话在叙述那些科学的原理，所以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是很好阅读的，很简易阅读，然后他没有任何公式。然后没有任何专有名词，其实专有名词是一定有的啦。但会是呢，解释，他会解释是什么？对，他不会用太多的物理的专有名词去解释科学现象，他都是用很浅白的语句去解释科学现象。对，因 为其实很多现象、很多物理学的东西，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其实用很简单字就可以理解它背后的一些原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对，没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哇，已经9点了，不知不觉，老师上课好精彩。谢谢，希望有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觉得很像上课 一样有枯看燥。大家的反应，大家都超开心的，然后反应都超赞的。好，好，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徐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哈勃，然后聊聊他自己的研究。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小编都还是随时待命，然后会为大家解惑。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非常谢谢老师，那也好，谢谢谢谢大家，大家的观看，那我们晚安，拜拜。拜拜，晚安。哎，还在线上，稍等一下。好，拜拜。